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喜欢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钮跟铃铛，这入这种的 IGFB，推取 B B 点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优神在林微信官方在这个晚上公告，这个地仙罗刹的天赋就学,学就是铁扇公主了。好，师职宙师属性是冰，天赋的部分呢，扇扇霸天清好法攻范围伤害提高八到最高到十五%。 么攻击目标袭来燃烧状态或处于增岩地形上，伤害额外提升四八。那主动攻击或者是使用绝学之后呢，清除范围内敌方的地形和机关。哦，那还蛮不错。好，呃，单体技哈，扬扇袭焰，攻击单个敌人造成一点四倍的伤害。对战之前呢，驱散目标两个有益状态。对战后施加封脑的。 状态哈，持续一个回合。那风牢的状态是无法行动，且在对战中无法进行反击。嗯，状态消失后受到一次固定伤害。当前气血的二十八，并驱散自身周围一圈友方的有益状态。那这个有害状态是可驱散，但不可扩散，不可偷取。那它的仪式的话是变成一点五倍，并且施加利风域。 那逆风域呢？是无法一样无法行动，且对战中无法进行反击哦，一模一样，就是它的进阶啊，风牢的进阶版，然后无法被治愈，然后驱散自身周围一圈友方的两个有益状态。那恶事的话，变成对一圈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零点三倍的法攻，然后并施加翅法恶的状态。好，嗯，OK，好，再来绝学。 五善祥者自身三格范围内有方角色发起对战且优先攻击时呢，对战前为其驱散一个有害状态，且使其对战中呢穿透提高十五%。那主动使用的话，会范围内说有方施加神锐一、神护一的状态。那一次的话是多增加这个神护，呃，多增加属性，然后变成神护二。 那二次的话，增加被动使用伤害绝学的时候呢，若本绝學,学处于冷却中，则该伤害绝学冷却时间减一。好，绝学风云开合，这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零点七倍的伤害，在范围内敌人周身一格内布置两个烈风岭的陷阱，持续两个回合。若目若命中目标大于等于三格，每多一个。 则额外布置一枚，最多可以到四枚啊！那绝学后可选择一个施法的方向，在下一个回合开始的时候，我让全场敌人朝该方向急退一格。那这个烈风领引烈风这一个呢，是敌人进入陷阱一圈范围内，则立刻触发哦，一圈范围内就可以了。这范围内的所有建筑一次的固定伤害，就是当前气血的二十八，并且施加冰霜。 好，这个是七 dg 哦，这是七 dg 哦 o、okay, k 然后一次的话是额外急推，哎、欸，就急推一格之后并施加冰霜状态哈。OK，然后二次的话是这个取血冷却时间减二，然后烈风凛呢是多施加这个风牵风签的状态哈。好，在摇扇生风对方那内所有敌到造成零点五倍伤害并击退两个。 然后施加风脉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急退路线被阻挡，则施加定身。OK，这蛮适合他的，因为因为风扇就是铁扇公主嘛，有很多急退的效果，蛮合理的。那神命觉醒部分是自身周围圈内无其他敌方伤害提高五趴到十趴，那本回合未发起攻击呢，在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获得风袭的状态。那风袭是对战中免伤提高速帕。 OK，对战中，然后使用伤害绝学后，该绝学等级直的减一。我觉得一说你要说铁扇公主有很有特色，好像也也还好。嗯，我觉得悟空还是比较有特色一点。好啦，那欢迎观众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一起做讨论。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下电源的归铃铛，记阅我们的 IGFB Twitch BBD i o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